我 Q 到了，我的生流了，生流了，闪现，闪现，打不了躲，都上一家小兵，焦灼，没 Q 到，焦灼，都差一点血，小天二十滴血，疾跑开起来 ，W 也没中，高手过招，点到为止。丢技能来了来了来了，我们想看到这阶段了，到这阶段了，纯比技能准确度。接下来是泽拉斯大战啊，都是一千一一双鞋啊，我这没问题啊，对吧？没问题，大家都出的一样。哎，见面了，被一刀了，坏，吃一套满的，扭开了 ，Q 中了，小天没学艺，小天搞了个二级 Q 来了，看这个 Q 扭开了，那这样得看小天 Q 的命中率啊，没 Q 到。哎呦 ，W 也被躲了，主要现在再中个 Q 有个一闪的空间了，都开疾跑。如何评价天哥的泽拉斯？太抽象了，一空了，又中个 Q， 打了一下 ，W 解锁还是被扭了。我只能说泽拉斯这个英雄确实不能打野。你懂什么？天哥这是给这么多观众找自信哦。就小天泽拉斯都玩这样，你下次空技能你也觉得还好了吧？有理由了呀，也不尴尬。嗯，小天这个时候血量已经比较危险了，选择了先回家，这样紫卡可以交技能直接推线了。现在血量都很危急啊、哦，都很危急。我 Q 到了，我的生流了，生流了，闪现，闪现，闪现，打不了躲，都上一家小兵，焦灼没 Q 到，焦灼都差一点血，小天二十滴血，疾跑开起来 ，W 也没中，高手过招，点到为止，没问题，都活下来。哎，小天在猜、猜位置，猜位置，也没猜着，坏。这下猜完暴露自己位置了，而且这下确实打不了了，对面吃血包了，这就是小这万一人家在草头一个 Q 怎么办？有没有帅军来了？我只能说小天确实赌了一把，他赌紫卡的枪里没有子弹，开大，一二也取消了，再躲技能，这个一猜了个位置没猜着，被走位，被操作，紫卡好走位，哎呦，预判没办法，有疾跑，有疾跑，是的，确实难。这 W 中了，小天的机会，哎呦，在巨大的装备劣势下，小天完整的扳回了一分，有点激烈。这个泽拉斯激情对射，就这样，最终的决战马上就要来了，圈已经开始了。召唤师技能那边闪现，闪现疾跑都有吗？那边疾跑差一点点，哎，开大了，开大了！哎呀，三发一下，看 Q Q 的准度，闪现躲，但这个血量已经急剧劣势了，慌了，慌了，闪现一没中，打不了躲，这个 Q 扭不开了，反身再 Q 下也可能开大，最后的机会，但小天技能好了，都被扭开，有疾跑 W 一中一技能，好像命中了，草里的小天两边都是残血，现在。最后的博弈，白热化的阶段，看谁的技能能够命中。小天开启了疾跑在走位，一个 Q 技能猜位置，紫卡最长的走位，一技能猜到了，紫卡。那这样，我们也要恭喜小天获得了2023年 Solo King 的第四名，哎，对吧？是，也是个很好的成绩了。明年有机会还来玩不？再接再厉吧。OK， 那我们期待着你下一个赛季的出色发挥。哎。好像真是，对了，对了，真是，真是。哎，这个英雄对于上单和打野来说，应该都算是有熟练度的英雄呀。这不直接弄个小天皮肤，就在边上直接来一个开请，现场请神。这个盲僧对决，我得问一下小天，趁着你还在选英雄，这个盲僧对决的要点在哪里啊？要点在于怎么谁 W 点的高，就谁能更在线上赖的时间长一点。对。对于杰杰直接用你的皮肤请你神，有什么想说的？是吗？好，加油吧。OK OK。好，第一个 Q， 但是盲僧对拼啊 ，Q 过去就很容易吃对面的 Q 啊。明显杰杰细一点，杰杰 Q 完 E 了一下再 Q， 这样二段 Q 的伤害高一点，是对吧？紫卡刚才裸 Q 过去，感觉伤害比较低。现在上来。我又突围一下，直接挂点火压血量了，打闪还差一下，差一下下，哎呦，
二十滴血，我这看得清清楚楚，二十滴血，一刀了。姐姐走上来，紫卡摸兵，下一个 W 的 CD 会很长，预判那个 Q 没 Q 到，紫卡自己的 QQ 到了，卡一个 E 的 CG Q 上去，被对面挂了一个铁丝鞭。Q 啊啊！伤害够了，伤害够了，点死了，正好升到六级，猛龙摆尾接点燃。就你不能什么摸眼啊闪，玩帅的。卡 Q 上来，好踢，把杰杰踢到塔里了。一加坑把兵清了，不给杰杰做位移，交闪现，飘过去再交闪现，差一下。怎么说？斯卡被 A 了一下 Q 的空中要被拍死，这样。哎呦，尽力了，尽力了，真的尽力了，真尽力了。斯卡这已经是在相对落后的情况下，最完美的玩法了，对的。但只能说杰杰前面奠定的优势比较大。哦，紫卡座有点帅的，他是真有点帅。他R闪把冰清了，让杰杰没有办法摸那个小兵回来。这个双剑魔，我觉得在天赋上面是不是就是有空间了？因为有太有空间，可以带彗星啊！我甚至觉得，而且天赋很重要啊，这个应该都有自己的想法在里面。彗星、电刑或者征服者，什么都有说法，就直接决定了你的打法嘛。如果你能够，比如说带彗星，每一波都消耗得很好，那我觉得彗星也无可厚非。是，但是如果你是那种电刑或者征服者一套打到底的，我觉得也可以，对吧？理解。嗯。Q 一下，哎，二段 Q， 这好拉扯。Q 三，热火书链瞪回来。亏了，这波欧文要是征服者，感觉已经下半血了。征服者感觉可以挂点火继续追了。是的，刺死剑气，这边炸掉了。小天一个 QE， 欧文反手 QE， 正好出了剑锋，亮表情。恶火书链瞪不回来这一下，换血输了，表情先亮。换血已经输麻了这换血已经输麻了。我给大家复述一下，小天刚才亮完那个表情，说：“哇，这是什么？”有个字儿我隐去了，自己理解。哎 ，Q 三闪来摁的扛塔啦，小天，感觉算错斩杀线了，急了，对吧？这波是 小表情亮的有点上头，急了。哎，这问问杰，就是说打比赛对面有欧文这种一直给你亮表情，真的会影响心态吗？其实是会影响的，不过现在有那个屏蔽表情的一个功能嘛。哎，这下把E交了，小天有点危险，闪现后撤步，那边一个 Q， 差一刀，恶火书链就差一刀，但是现在小天必须要回家了。这波昂想玩帅的，他想来个后撤步 Q 闪现斩一段，没斩着，斩刀就杀了。是的，但他这个闪现好在是躲了一段 Q 吧，也算是有点用。都把 Q 一交了，小天这边三段 Q 先交完，对面星石出来了，坏，这星石太痛了。又要回家了。要回家了，又要回家了。这样，这个两个小血瓶100块又白买了。我不知道盲僧主什么，但我知道剑魔主 B， 没问题，没问题吧？至少这把小天的剑魔是这么玩的。是的，但这个不回去到斩杀线了呀 ，Q 一还中啊，还差一下，但没闪现，被拉扯了，我直接拽回去了。我也是残血，还要操作 Q 骗了一个 E， 有 Q 二 E 的，这个距离不够 Q 二 E， 还在骗，还在骗。但都没闪，不过欧文这个镀层吃麻了，这边吃了好多镀层，经济还是一直领先。九打十，大灭先开出来，被扭了好多，欧文还出草搞心态，按 S， 恶火书链Q 三，这个 S 是最精髓的，这个 S 不是on打比赛的一个常规操作吗？他就差那个 Ctrl 加三了。真来了，真是甩技能的，选了两边。决定的是双伊泽瑞尔之战，这也就是纯比技能准确度了。在别的游戏里，像我这么帅的一般都是主角，是吧？这伊泽瑞尔打伊泽瑞尔的比赛，而两边出门装完全不是一个风格。怎么还有人买女神类啊？感觉 solo 买女神类好像收益不是很大呀。小天怎么评价这个行为？相信他。OK， 那也只能相信他了。这 solo 买女神类不是减400？我感觉这不就减400？直接一个 W E 很来劲，但是反手也被 A 了一下，再 Q 一下，主要两边穿插平 A 都很顺滑。是的，这边挂上了 W 之后 E 过去再打爆这个 W， 但是反身被 A Q 了一下，又被打爆一个 W， 闪现过来 Q 闪了，有点可惜。都在等 E， 都在等 E， 都还有挺久的。看看这个 Q 很阴险，但是没中。W 中了，E过来 A 一下，
女神泪都单杀了，就这么有实力。女神泪白剑打十字镐，就这么有实力，这女神泪都杀了。来看一下两边啊，感觉下一波击杀还是要等到闪现好了以后才有机会。W 中了 E 上来，但现在 E 上拼伤害不上的对手啊，好走位扭了一个 Q， 但是被小兵 A 的有点痛，而且被杰杰 A 了两下。其实这波换血是有点小亏的，主要被白 A 两下。甩大没有蹭到，哇、哦！但现在这个血量感觉都很接近，而且在大招的方面 ，on 的 CD 好一点。一上去有一波兵对拼，这波姐姐不冷静啊，兵差太多了，主要兵了呀，主要这个兵也太多了，而且装备好很多。虽然我干扰了一下 on， 但是 on 还是赢了，是伏笔消除，没问题。那我们也恭喜 on 在这一轮取胜之后。对吧，他作为这个胜者组的赢家已经进入到了最终的比赛。嗯，双杰对战。月伦表示这游戏怎么还没凉，2023年年底了还有人选两个杰，十年了，十多年了。是呀，那会儿是2013年的这个夏天，这都2023年冬天了还有人选俩杰。走到脸上，两个人先是杰杰的 E 中了，斯卡这边幻影子过来打一套，斯卡飙空了，这样有点伤，主要没全中。对的，飙空了一个，杰杰也反手空个飙。杰杰慢慢的靠着 Q 技能的这个命中率哦，来扭转着血量的颓势。再一个 WE， 再一个 Q， 哇、哦！杰杰这杰的技能很准哦，主要现在紫卡已经没有补给手段了，杰杰是会过日子的，有小绿瓶儿。就杰对决感觉先大的那个都有点吃亏，因为你先大很容易被对面后大躲技能。是的，换位，来换位，换到脸上了。紫卡也比较激进哦，这一下杰杰也没跟这个闪，这样紫卡把技能交完，猜到位置了。引用著名英雄联盟主播马老师的一句话，走位走位手里干，直接带走，而且刚好看不见。哎，你看不见我，但主要还是看你那套 WEQ 能不能先中。换位置想躲标啊，直接选择大招，留了标在手上，看他们三观距离，后手也放大招，但 Q 技能被扭开了，基本把标都躲了，都没中标。对的，标基本都躲。哦，但反手这一标，杰杰还是中了。对的，双标是一个闪现，闪现，影子预判落点，漂亮！利用领先的一个闪现，先闪现抢到血包，然后影子预判落点之后完成了击杀。这样我们也要恭喜杰杰成功的杀到了我们本次 Solo King 的决赛，当然也祝贺紫卡拿到了一个第三名的好成绩。来吧，发表一下第三名的获奖感言。就比较开心吧，然后杰杰选手就比较厉害。OK， 期待着你在下个赛季精彩的发挥。